自踏入21世纪，人类对健康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知识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提高，因此医疗科技及仪器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 STC 拥有设备齐全的实验室，提供的实验室服务内容十分广泛。为配合市场需要，我们在中国华南地区创建了符合国际标准的临床前医疗器械研发测试平台，建立了无源及有源医疗器械实验室等一系列全功能实验室，并提供一站式服务，从生物相容性测试、生物学评价、大动物试验、化学表征、微生物测试、安全和性能验证及电磁兼容性测试等。作为中国首家由 OECD 成员国墨西哥 GLP 监管 EMA 审核认证的医疗器械 GLP 实验室，同时具备 CLAS 及 CMA 等资质， STC 医疗器械实验室已受到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机构认可。生物学报告可用于 NMPA 注册、 FDA 注册、 CE 注册及 MFDS 注册，并涉及高风险产品。在过去50多年， STC 一直致力扩展服务范围，积极为全球客户提供专业可靠的服务。目前我们的服务网络已遍布全球主要生产和消费市场，包括中国、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及越南。 STC 一直坚守以质量为本，力求做到一丝不苟，全面照顾客户的需求，能够保障医疗服务的专业和安全，就是我们首要的使命。我们的愿望是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与大家一同享受健康新纪元。STC， 您的全球测试、检验及认证合作伙伴。